地图它也会显示出来。清晰度。可以多少没有？100米啊。100米。它会显示啊，前面多少米有障碍物都显示出来了，看到吗？像预热这款，它是前后左右都有避障功能。比如你在这里散步，你按一键跟随锁定你以后，你就不用看，你直接走路过去。比如有个电线杆，它不会撞的，它会绕过去，知道吧？不用人工定啊。对，不用。你按锁定你自己以后，它就有一键跟随了。这是白是白的吗？什么啊？你指点我啊！一键跟随什么功能？太强大了！什么大家？你们可能是那种的，像我们什么都卖，肯定是这个都成功了，这个7800多。它一块电池，它就将没有充电器以后就停山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期嘅节目咧。今日我到嚟到南宁市文山广场，好靓啊！咁前几年咧，南宁市嘅夜景咧，可能比唔上老周，因为老周嘅柳光嘅夜景整得非常嘅靓嘅。但系呢几年南宁不断咁追滚啦，我谂现在应该可以平起平坐啦。只要南宁市雍江两岸呢几年咧整得好靓嘅。喺上至美麗南方，下至雍寧嘅兩岸嘅生態環境、夜景都進行大嘅整治，好適合騎行啊、散步啊、做下運動啊、欣賞啲風景啊等等啊，好靚嘅。